今天我们要示范的是台式古早味刨冰的基本做法，清冰。至于想要加上什么样的配料，绿豆、红豆、粉圆，就随便你了。首先，把冰块放到碗里，我要用我的刨冰神器搅拌机。把冰块倒到机器里头，盖好，把机器对准，让它清冰在台湾早期的时候是一种最便宜的冰，就是在冰上面加上好吃的糖浆，然后再加上乳冰，再重复把好吃的糖浆淋上去就完成了。这是穷苦人家的吃法。清冰完成咯，这时候如果你想加上任何配料可以加上去，这是红豆加清冰，这个是更丰盛的各种配料，有炼乳当调味，这是芒果冰，台湾最好吃的冰，夏天在院子后面享用一碗刨冰，真棒！哇，又是一碗刨冰，一定要加上好吃的糖浆哦。